家好，我是 Dr. Shao， 欢迎来到我的实验室。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一开始我写的时候就想到第一句话，你是我唯一的不要。我那时候想到的那个画面就是我身边有一个人是会让我上瘾的，觉得爱情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只要有一个深爱的另一半就像是嗑了毒药一样，会无法自拔。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像是只要我们在彼此身边就是无限，或者是我们是永恒的双生火焰，我们两个不管人生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们两个相爱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。是一个记忆修改员，就是我要把男女主角他们的记忆回到他们年轻相爱的时候。时间不够了，快点回来！快点回来！因为那个男主角呢，他回到他年轻的时候，然后我要叫他赶快回来，不然他就回不到他现实的生活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要很激动的隔着一个算是一个空气的屏幕，对，然后激动的呼喊他回来。会，我一定会选择留在今天陪伴你，因为只有跟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时刻，所以我想要永远停留在最幸福的时刻。我会想要做，因为我喝醉酒喝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，我希望可以把他们全部都忘记。能举例吗？不能，不能。想听？不能听。蛮紧张的，因为起飞戏的虎哥跟柔敏姐都是很专业的演员，然后导演也是拍《秘诀》的导演，所以大家都是在戏剧上非常老江湖了，所以我算是一个新手在他面前表演这样子。不要这首歌，不管你是在失恋状态，或是你在热恋的状态，都很适合听，因为不管你是在失恋或者热恋，只要你们拥有彼此的回忆，你们就会像是永恒的相爱着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我们的爱